哟，小伙伴呀，你也在那里？好帅呀！我墙外嘛，你墙外嘛，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，晓得。我的名字叫欧富，欧洲的欧，富强的富，今年是17岁，来自阿拉伯，我们都是阿拉伯人。我在武汉出生的，然后就一直在武汉，中文在学校读的。哎，你在搞么啥？几点了还不睡觉啊？一开始我听别人说武汉话，然后就感觉，他这个武汉话有点酷。这一年里面我都是在自己学，我就搜搜视频，看口音，他说一句话你就说一句话。跟朋友们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们就跟我讲武汉话，叫我慢慢锻炼。我的阿拉伯语是在家里爸爸妈妈一起学的。我中文成绩我比阿拉伯语和英语好一些。武汉最美味的热干面，来武汉就得吃热干面，还端得起。来武汉不吃热干面是白来了，晓不得。整体我就喜欢吃中国菜，吃那个烤鱼，武汉就是热干面的，这是标配，这是武汉人的标配。算半个武汉人吧，在中国吃多了，在那边就不吃不习惯。我在武汉贼爱吃的就是烤鱼，我早餐就是热干面，培明窝。